今天有媒体报道，劳工基本工资将会依地区和身份来做调整，将来劳工的月薪17280块或者是时薪95块就会有所增减。不过劳委会在上午是出面否认了，强调基本工资采划一工资制，不能够随意变更的，要不然就业市场混乱，对劳资双方都不利，目前就是维持这样的基本工资。